岁了。孙立善一家四口和赵薇儿子等等庆生孙立一家。11月12日是等等的六岁生日，邓超晒出自己小时候照片，为儿子庆生后，孙俪也在微博晒出一家四口和赵薇齐庆生。照片中，一家四口背上贴着写有自己名字的名牌，站在沙滩上手牵着手，十分温馨有爱。网友纷纷留言，看着背影好温馨。等等小花好可爱。分享。赞相关阅读六岁了。孙立善一家四口和赵薇儿子等等庆生孙立一家。11月12日是等等的六岁生日，邓超晒出自己小时候照片，为儿子庆生后，孙立也在微博晒出一家四口和赵薇齐庆生。照片中，一家四口背上贴着写有自己名字的名牌，站在沙滩上手牵着手，十分温馨有爱。网友纷纷留言，看着背影好温馨。等等小花好可爱。分享。赞相关阅读